所以刚有这个我们的黑丝种鱼，一只都超过20公分。这个是2年多的种鱼啊，好、哦，头大尾巴大，一只都超过20公分，特价一只1800。这种鱼，然后你不要拿去跟那什么蝴蝶鲤，还是跟一些小鱼哦，它的竞争力比较弱哦，哈、哦，头大尾大，游姿就比较慢，哦，但是够大够吓人，20公分哦，其实很大只哦，比你手掌整个打开这样还要大，哦，特价一只1800，这边12345。这一只比较差，然后那一只尾巴太开，靠腰的纯沙加糖都没你了，你了。3只可以出1只1800，好，好，拜拜。